你太宠他了，这样他以后长大怎么办啊？怎么了？现在开心不就行了？俊逸啊，钟情出事了。什么？我说钟情。干嘛去啊？没事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哎，怎么了？看，来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告诉你，钟情呢，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，她特别有事业心，而且特别有理想，不是像那种你用鲜花呀、珠宝呀、礼物呀就能打动的女孩。反正呢，我觉得你得有高尚的情操才能打动她。好，等她回国了，我就给你们约。嗯，先这样，拜。本石科一的外科医生钟情，在参加国际救援的行动中，不顾个人的安危，在疫情区为感染病人注射疫苗。但不幸的是，自己也被病毒感染，不幸牺牲。钟情为国际救助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，她是中华好儿女，是我们国家援外人员的骄傲。钟情的父亲钟正道是科一的教授，国内知名的心血管专家，母亲程慧芳也是位医生。钟情从小学习成绩优异，由于受到父母的影响，高中毕业以后以高分考取医学院，毕业后又获得国外知名医学院的奖学金，攻读硕士。回国后，他又在科研项目上取得了重大进展。他主导的项目获得了《科学引文缩影》和《自然医学杂志》的连载。钟情的牺牲是医学界的损失，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医生、好榜样。自立啊，节哀顺变，家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院里提啊。哦对了，抚恤金很快就要到位了，虽然不算多吧，总还是代表院里的一份心意。谢谢院里的关心。那个抚恤金嘛，您就直接打到钟老名下就好了。哎，那你看看院里还有什么能帮助你的。院里看能不能派个人帮忙照顾一下钟老，我这平时要上班，实在有点过不过来。这个恐怕还得你自己想想办法，院里的人手也不够啊。哎，实在不行，可以雇个保姆嘛。
是，现在就是保姆在帮忙照顾着呢。哦，那行，李院长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好好，好，院长。院长，这是您让我起草的文件，请您过目。这么快啊？效率够高的啊！坐。对了，俊业，钟情毕竟是为了我们医院因公而牺牲的，所以他手头那些工作呢，你抓紧时间帮着处理一下。院长，这个您放心吧。院长，我听钟情说，他之前在启动一个新的医疗项目，当时他答应让我参与了，现在他人不在了，我是想问一下，我能否继续帮他把这个项目进行下去？不是，这事儿你等等再说啊，等上了院会讨论决定以后再定。哦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给我说一声来？你都晓得了？废话，你们医院护工里头有我们村里头的人，全村人都晓得，我不晓得呀？我问你，哎，你跟那个钟情到底是咋回事？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是离了吗？但是没得办手术。你没有走法律手续，你这个是叫离的啥子婚呢？哦，我再问你，你和现在那个对象是啥子情况？是打算结婚了吗？婚你跟这面也要结婚了，说。你听我跟你说哈，你既然和钟情你们没有离婚，那钟情还是我们黄家的儿媳妇，而且她是违规捐躯的好媳妇，她是给我们黄家人脸上争光的人，她就是在我们祖宗那里也要给人留一个响当当的牌位。你现在这个脑壳你要清晰一点啊，你要谨言慎行，在这个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和你那个对象结婚。你自己不可以再重蹈五年前的覆辙了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你把我都要找棵树要吊死了，你晓得不？喂，哦，我晓得啊。那我啷个办呢？你当然是先放下，你跟人家好好说，让他等上一两年，把这个事情过去了再说。反正你把这两个事情要处理好。还有，现在钟情走了，你那个老丈人还有那个娃儿，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，你都要好好把他们两个照顾好啊！听到了没有？我晓得了，爸爸。你不说这些，我也肯定要把他们照顾好。放心了嘛，啊？哦，乡领导来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好好想一下哈。哦哦，来了来了，好好好，来了。哦，来了。哎呀，李乡长，你亲自来了哈。哦，来来来，上来上来。哦，好好好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来来，老来，我头请，我头请，好，李乡长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好好好好。